哎，各位老板，今天我来介绍这个有 Bahir 的 Grating Saw 啊，其实它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Saber Saw， OK， 然后它这个是20 Watt 的啦， OK， 然后它这里呢就是给你调它的 Angle 的，如果你要转弯的话呢，它这里就可以调它的 Angle 啦， OK， 然后它这个刀的这里呢，其实你要装上去也是很简单，现在是 Lock 着的， OK， 你开出来这里， OK，然后把的刀拿出来，就这样，这里 ，OK， 它是可以转的 ，OK， so 这个的 code 就是 120RS。